这里是佛坡人的一个小村庄，在地下的房子。它一半挖在山里面，一半露出来了。啊，这里有回教佛教的那个大喇叭，哦，大喇叭一会到每天要朝着卖家朝拜五次。现在在北非突尼西亚，离开杜兹往北大概100公里处有一个小村庄。